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46页，进一步讨论对人自身的认知，从十个方面展开。前面上午呢，我们谈到人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是从光阴天过来的，第二个，人的身体的构成是地水火风，元素构成的。人的生命的形态是胎卵石化的胎生，以及六道当中的人道。人的生命的阶段分为十个阶段，住胎五个阶段，出胎之后五个阶段。人这个身心正报跟依报是同构的，所以人的面形就好像我们南阎佛提的地形。第六是谈到人有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界是我们业力凡夫认知生存的范围。第七，我们要了解生命的真相，它的三世二重的因果现象，必须要了解十二因缘法。第八，就谈到人的寿命在简洁的时候是古人的寿命长，现代人的寿命短，有这样的差异。好，那紧接着下面就谈到人的身体，古人身体长大，现代人的身体矮小，有这样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处在这个简洁的时候，寿命是每100年减一岁，然后身高也是100年短一寸，短一寸，那1000年就短一尺。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3000年以前，当时人的身体身高都有8尺，佛所示现的化身叫1丈6，高了一倍，丈6、8尺，有时候是讲8尺，有的是讲1丈6。好，现在距离佛涅槃已经是2000多年了，就应该比佛陀在世的时候短2尺左右，所以现代人的身高大概都在6尺上下，6尺就是2米哦，2米就已经够高的可能现在身高一般都在1.78米1.7、1.8米左右甚至有1.6米的总之人的寿命增高的时候，他的身高也会增大，人的寿命减少的时候，他的身高也会短小减小，它是成这样的比例那现在我们在1.7米左右，到了以后我们这个地球会出现三小灾三小灾就是地狱灾、饥馑灾和刀兵灾到了地狱灾的时候，也就人的平均寿命20岁，这时候寿命就更短，寿命越短，人的身体就越小，
到了人寿这个20岁的时候，那身高大概就是二扎手，就张开拇指与中指的这个距离叫一扎，一扎手相当于现在的23公分，这个意思就当以后人的身高1尺等于10公分，那23公就是2尺多高，或者只有3尺高，那就不像我们这么高了。那对于2尺多高人来说，我们也成了巨人了，他的身体身高越来越矮，他所滋养的、滋生的那种粮食，那就越来越漏点，大家就没有现在的五谷好吃了，而是以这种这个蹄白就是那个杂草所生的那个那样的一个很粗劣的粮食。现在我们说那个蹄白，就是稻谷当中那些像稻谷，实际上不是它长出来的东西，长出来的它也有点果实。那果实现在我们一般是做饲料的，给那个动物做饲料的东西，以后人类作为主粮。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丝绸棉布这个衣服没有了，它以人的头发作为衣服，拿人的头发做衣服就是最时尚、质量最好的衣服，那时候一些庄严的这种首饰耳环珠玉它的形状都像刀杖、刀的形状或者杖的形状，你看现在就有些妇女的那装饰品就有点像刀的形状、斧头的形状。到了刀兵节的时候，这也是唯心所现的。那拿起一根草就是一把辟锋利的辟手刀，所以这样的身体越来越矮，在考古意义上都有很多的事情证据来表达。现在这个考古学也是一门学问了，各个朝代都有对古墓的挖掘。你看古墓的挖掘，隋唐以前的古墓，你挖掘出来的那个尸体的骨头就很粗大，比现代人的骨头要长上2尺左右，那说明古人就身高骨架也就大。道宣律师有一个天人感通记，天人感通记就是道宣律师持戒很精严，感得天人来护持，他就跟天人护持天人有一段对话，就问了很多事情，其中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四川他的省会的地址本来是在青城山的，青城山是四川的首都的地址。那现在的成都在很早以前是大海，成都是大海，这就追溯到迦舍佛的时候了。迦舍佛是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示现作佛的，是我们贤劫的第三尊佛。释迦牟尼佛是人寿100岁示现的，是贤劫第四尊佛。那么未来的弥勒菩萨示现就是贤劫的第5尊佛。
就这个节里面有一千尊佛示现，啊，在往昔迦摄佛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人从云南的大理县，云南大理有一个河叫西尔河，从那里过来，啊，那过来到成都这一带，就是船过来。啊，这个船到了这个成都，见到岸上有只兔子，这个人就把那个弓箭拿出来，就射那个兔子。但是不知道这个兔子呢是海神所变化的，这个海神一看有人要射他，就大怒啊，大怒就把这个人的船给他弄翻了，啊，弄翻了他船，而且把那个沙土啊，啊沙就盖在这个船上，这一盖就把这个海呢，成都本来是个海嘛，这一盖就把海填平了，成了一片陆地了，是这么过来的。好，以后到了晋朝的时候，有个出家人啊，见到这个地开裂就挖掘，还真的在那地方挖掘了那个船底，见到船底，而且见到人的骨头，那个骨头这个一展示有三丈多长，啊，那一丈就是3.3尺啊，三丈多那就是10米多啊，十米多的身高啊，那就不像我们这个2米啊，最高2米，啊，那这一看哦，迦摄佛时的时候人的寿命是20000岁，所以他的身高也就有10多米。这是啊，这就是讲几个考古意义上来认证古人的身体长，现代人身体长。第一个是隋唐以前的古墓，它的骨头比现代人长了2尺多。再进一步，在迦摄佛时的时候，那比现代人的身高那长了8-9米。啊，第三个证据。就是安世居士啊，他常读孔履记啊，就是孔子的鞋子，孔子鞋子的尺寸有一个记载，孔子战国时期的人啊，他的来历也非比寻常了啊，他的母亲啊到尼山而生孔圣人，孔圣人生下来也身体很高，也有内向，啊，他的这个鞋子的长度有1尺3寸，1尺3寸。那这样看起来，孔子的脚就比现代人的脚大多了。那第四个证据就是《周礼》。啊，周礼有一个考工记，就是对各种工匠制作车啊器那个尺寸规格的记载。那个考工记记载，那个这个铸斧头不有把柄吗？那个这个柄，斧头的柄是三尺长的柄，能够铸那个棋子啊，他也下棋啊，那个棋子每个棋子都有3寸那么大。那你看，能拿3尺长，就是1米长的斧头，那这样的人的手有多大？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手了，啊。而且那个棋子有3寸那么大，
啊，也就是说，古人的手比现代人的手才有可能啊。所以，只要涉及到衣服啊，这个生活用具呀，各种容器器皿呐，凡是在100年以前的，一定比现代的衣服器皿来得大。这就足以证明，随着简洁的这种质地的下降，人的身体身高越来越矮小，于是他所用的东西、所穿的衣服也随之而小。所以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非常可靠的证据上的。好，那第十点就谈到人的福报是古人福报重，今人福报轻，有这样的一个差异，而且有种种的验证。从道理上来说，人修到了有道德，他才有福报，善因才能结善果嘛。随着简洁的次第，人的寿命越来越简，以这个作为标志，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在衰减，其中。这里就总结了这种十五个方面一切皆简。总的原理刚才讲，就是随着道德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小，越来越就不讲道德，所以他的福报就越来越衰减。这是基本的原理。那具体来说，体现在十五个方面。这十五个方面，第一，这个金银琉璃玛瑙这些七宝，这些珍宝啊，就渐渐的越来越少，甚至看不到了。就好像现在很多的做的。这个陶瓷的好的泥巴现在越来越没有了，这就是资源枯竭，七宝渐渐的没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五谷，稻子啊、麦子啊、黄豆啊、麻呀，这五谷，上天滋养人的这些好东西，渐渐的。产量越来越低了。第三，就是赖以支撑的这个衣服、饮食，想得到这个基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了。第四，就是容貌越来越丑陋了，越来越不好看了，面目狰狞了。第五，就是这个天赋啊、资禀。越来越这个昏愚，越来越愚蠢了，没有智慧了，是非善恶、邪正香臭都分不清楚了，就是很颠倒了，这就是很愚昧，智柄越来越愚昧。第六。就是精气神呢，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衰弱，没有浩然正气，没有刚骨，就是好像有点病夫一样的。原来清末西方人称中国叫东亚病夫，就是精神很衰弱，干不成任何事情，
第七就是风俗习惯越来越娇慢，就是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我慢，越来越难，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第八呢，是六亲眷属越来越不和谐。没有血缘亲属的那样的亲和力，那种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六亲见不和。第九，就是政府官方的税收富裕越来越繁重，让民众很贫穷，不像古人那个藏富于民，你赚点钱他都给税收给你收上去了，这种税收越来越重也是简洁的一个状况。第十就是灾难越来越多，水灾呀、火灾呀、盗贼呀、地震呐、这些海啸啊越来越多。由于道德感没有，这都是感得自然灾害，涅槃所感的。第十一就是佛法渐渐的凋零，乃至于最后完全的灭掉了。第十二，这个善人越来越受人欺负，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恶人受到推崇，所以善人渐渐的衰残，很难看到善人。第十一真奴，第十二真奴，就真正的奴士也越来越稀少了。第十四诽谤佛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推崇了。你信佛的人还好像没有市场，都说你迷信，那诽谤佛法的人这个口若悬河，很厉害，很好，谤佛之人渐渐被推崇。第十五就是有钱的人渐渐的吝啬小气，不肯布施，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你看从这个十五种情况来看，可不是表达着人的福报越来越轻吗？好，那这里安世居士又用很多的证据来表达这么一个结论。比如刚才讲七宝渐渐的隐没，从世间的文字历史记载来看，有时候还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如果从佛经里面来找证据，那每字每句都是有根据的。就从我们中国的这种古今来看，在夏商周的时代，他表述的那个社会上的财富这个计算社会财富常常是讲黄金白玉一说就是百万百万亿亿，每一亿相当于二十两黄金。你说百商万亿是什么概念这种白玉是几百商几百对，就是黄金动辄是万亿。那个时候的这种交换对财富的基本的那种储存的手段都是不谈白银的，都是谈黄金的。
到了汉代才间接的用银子啊，商弘扬就用银子来铸钱，原来的货币的流通是用黄金啊。你就到战国到汉代这段时间，那些珍宝像夜光之笔，就是那个玉液里都能放光的这珍宝，还有照衬之珠，照衬之珠就是那个宝珠啊，挂在车上啊，这个前后12辆的车都能够照亮。那是那时候是没有电灯的了，也不需要点蜡烛。这个宝珠一悬挂，12辆车的这个道路都能照亮。这样的珍宝，就是小的国家都有，在战国时期，啊，不像现在都成了一个罕见的珍宝，我们都见不到了。啊，那么现在，啊，就是，啊，朱安世居士所处的时代是明末清初，那时候用的已经不是黄金，也不是白银，而是银子里面掺了铜来铸钱。这就说明白银都越来越少了，才继之于铜，才用铜来替代啊。那么以后就叫铜钱了，那都没有用黄金和银子来铸钱，而用铜钱。那么可能以后铜都成了稀有金属，那就用铁咯啊。哎，你看这个过程可不是表明这个金银七宝渐渐隐没的证据吗？啊，那古人有时候讲百金啊，汉文帝他讲这个中产阶级小康之家啊，是百金，百金乃十家中中人之产。这个百金不是100两金，不是这个，这个它是百品金，因为古人的那个金呢，啊，要铸成一个形状像啊，一个块状的东西啊，我们有时候讲金元宝，要做成那个，那个呢，它重量有10两，那金元宝10两或者5两，那个百锭金就是100锭这样的黄金，那这个百锭金如果是10两的话，那就是1000两了，1000两的黄金了。所以这个苏子说，你啊，出兵10万，每天要费1000斤，啊，这个1000斤就是1000挺黄金的啊这样的重量啊，不是理解为1斤就是1两啊。如果说1斤就1两，那么汉代中产阶级的财产只有10两黄金啊。那么这个出兵啊，一个兵一天所用的银子只有1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古人计算财富的那个计量单位都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你看啊，百锭金是中产阶级人家的东西，现在我们每一家，你看你有多少黄金呢？都是用克来计算的啊，甚至很多人家没有黄金。黄金才是真正财富货币的最有力的坚挺的东西，不是那些美元马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原来我们长期以为这个美元啊马克是坚挺的，但是这些货币的发行都操纵在
外国人手上，他大量去印美元，那你这个美元还值什么钱呢？但是黄金是稀有金属，他不可能说他想弄多少就弄多少，所以拥有黄金才拥有的坚实的财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个百姓的人家拥有了黄金这些稀有的货币，才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太穷了，灾难来了没有办法去自救啊。第二个，再来看五谷越来越欠收啊。在周朝的时候，100亩的田相当于这个清朝的22亩。22亩呢，这22亩的产量，如果是上等的农户去耕作，可以提供9个人来吃，9个人的食量。那古人每吃一顿都要吃1斗米，因为它长得高大嘛，1斗米所以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就相当于就是现在的70多石了，一石米是等一石等于120斤，70多石就是8000多斤米，他要吃8000多斤米，这是一个人，所以。如果一人吃70多余石，那9人就有600多石了，那这样计算下来，每一亩的这种产量就要收30石。30石如果1石120斤，那就是3600斤米。一亩的产量要收3600斤米，这是。周朝时候的产量，那么在座的也种过田，现在我们是多少产量？大家想一想，那在周安世居士那个时代，周安世居士住的地方就离这里不远，他是昆山人，江苏昆山人，基本上跟江浙一带是在一个区域，他的产量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产量，周恩是说他小时候所见闻的，他的乡村还能见到每秒收这种产量，脱掉那个壳之后的米能够收到3到40，30到40，那当然比周代就已经少了8-9倍了，那么自从康熙癸亥年后，癸亥年就是1683年之后，以前能收30多的这种每秒的产量，现在又下降了，就是不会超过30的这个数量的。所以这个五谷的欠收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据那现在我们的产量30之数，那现在我们就远远不及这个数量了，当时昆山有人正在修一个寺院，修建个寺院，那个寺院也是古庙，他在从那个船瓦里面看到。那个早年建寺院塞了一些稻树，稻谷稻树，就把那个取出来一看，是唐朝的那种稻谷。一看唐朝上稻谷，你看它的这个稻谷的穗呀，穗就是尖那个谷子的穗，都是1尺多长。1尺多长的穗，你看它的产量。那
估计每秒都有十多时。那在那个清朝时候，那个道会也就是四寸而已，唐朝都有一尺多，这道会的这个长度都缩短了很多。那现在的道会还又不够四寸了啊，所以这个五谷的这种粮食越来越欠收。那谈起粮食，实际上是很大的隐患了啊。我们中国人口多，可耕土地面积少。中国如果出现粮食问题，要波及全世界的。90年代，西方人就写过本书《谁来养活中国》啊，所以我们保持这种耕地面积，不要去搞那么多工业化啊，搞那么多房产，这这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啊。那些工业可以不要啊，粮食不能不要啊。所以五谷杂粮越来越欠收，这是我们腐报啊，这个越来越少的一个表证啊。再就看衣食越来越艰难啊，这是基本的生存，我们真的是觉得越来越艰难啊。这个基本生存包括你的日常的饮食啊，穿衣吃饭问题啊，你的住房问题啊，你的医疗问题啊，啊，这些是基本的生存。如果感觉到极大的危机的话，那这个日子是过得很艰难的，连这个基本的生存都满足不了，他要寻求一种啊，一种精神的、道德的、审美的、新鲜的东西，那是很难的。他活的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啊，衣食足财之荣禄嘛，仓廪实才知礼仪嘛。所以一个圣人贤君治理国家，首先要富民呐、啊。富民以后才去谈教化问题啊。如果他生存都得不到保证，你怎么去谈教育谈教化呀、啊、那古代这种政府他就储存的那种财富至少是10年以上的一个储备。如果国无10年的储备，就叫不足。如果没有6年的储备，就叫紧急。急呀、啊！啊，在汉代、唐代那种兴旺的时候，我们中国还可以比原上古时候的不足，就是可能他还能够刚够到10年的储备。到了清朝的时候，你想求一个6年的之急都是不可得的，那到了现在更不要谈6年了。那这个你看看这个衣食的艰难，就在这样的一个储备当中，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对比呀、啊，啊，那么我们抵御种种灾难的能力，就看我们的这种财富的雄厚、储存的这种力量啊。如果一点储存都没有，一点灾难我们都经受不起啊，衣食越来越艰难。再看看风俗越来越娇慢呐、啊，风俗越来越娇慢。古人都是礼的精神呐、啊，取礼曰无不敬呐、啊，修心养性呐、啊，谦卑呀、啊，恭敬他人呐、啊，啊，所以古代那些王公大臣以这样个高贵的身份去啊结交那些修行之人呐、啊。都是很平等的心去结交的，
甚至他是三公九卿宰相的尊贵，如果到寺院里面去拜访一位大和尚、禅师、法师，他都不会坐着车去的，都是步行去的，尊重修道人啊。但往往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形，越是地位高的人，他越有道德，越能最尊重修道人；越是地位低的人，越不知道尊重出家人。啊，你看当年这个百灵寺的赵州禅师，很有道德。当时这个赵王啊、燕王啊，都很恭敬他，拜他为师。啊。那么当这个赵王燕王来拜他的时候，这个赵州禅师就坐在他的禅座上不动，就让他礼拜。但是如果是这个县官来拜访的时候，赵州禅师会从禅凳上站起来迎接。那更低的官员要来拜访的时候，赵州禅师会到山门口去迎接。哎，那下面就看得很奇怪，怎么官越大的你越不动，官越小的你还要到山门口迎接？哎，赵州禅师说了句话：官大的，他有福德，他知道尊重我们啊，所以呢，我可以端坐禅凳，他不生烦恼。官小的，他没有这种心量，你不站起来或者你不到山门口接他，他生烦恼啊。为了恒顺众生故，我们就去接接他吧。所以要知道这个一个官员懂得尊重有道德的人，特别是大修行人，他就有福报。如果对大修行人他蔑视，他都要折寿的啊。你看古印度那国王见到一个比丘，马上要下车顶礼的啊。但随着这样的时代越来越往后，一般的人越来越娇慢了啊。所以今者就现代人刚刚得点小官，他傲慢心就上来了，对他原来的这种患难之交、原来的朋友就都蔑视啊，然后一出去就讲排场啊，又是啊坐着高车，又是拿着这个宝盖啊，这个鸣锣开道，这可不是风俗越来越娇慢的一种验证吗？那再看这种佛法越来越凋废，从佛法来看，古代这些高僧见到天子皇帝都是平等的心呐。你看东林寺的慧远大师，沙门不进王子论呢，出家人不向皇帝顶礼啊，出家人只能接受皇帝的顶礼，出家人不能向皇帝顶礼啊。那皇帝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下的诏书啊，一定要尊出家人为师，为师啊。你看那个顺治皇帝拜这个玉林国师为老师啊，他就起个名字，起个最不好的名字叫行痴啊，愚痴的痴，那写过去都是弟子行痴河南顶礼这些啊。那个唐太宗对玄奘大师那也是很推崇的啊，这个唐太宗给这个玄奘大师做了个三藏圣教序啊，极为推崇玄奘大师的功德呀 这个而且到晚年的时候，唐太宗
当时这个玄奘大师翻译于伽师地论，也是请唐太宗写的序。唐太宗看了这个于伽师地论，非常感慨啊，觉得这个佛法太深广了啊。我们本土的这个儒家道家跟这个佛法相比，简直是不堪比拟啊。所以他晚年都后悔，我早年没有极力推广佛法呀。啊，那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那时是唐高宗，唐高宗就是李治啊，李治就是武则天啊为皇后。唐高宗就跟旁边人说：“朕失国宝矣，我失去了一个国宝啊！啊，这个朝廷里面停下办公五天呐、专门来缅怀呀，玄奘大师。啊，到唐中宗的时候，李显啊，为了迎接啊。”这种虚意高僧啊，僧伽大师到北京，敕定高安的县令崔思亮迎请到京都。啊，这个僧伽大师在《高僧传》有记载，相传他还有神通妙用，游戏神通。啊，这个。痴人说梦就是谈一个这个公案，就是指僧伽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别人就问他汝何姓僧伽大师说姓何何国人，他说何国人，实际上是游戏神通啊。然后到了那个大书法家为他刻碑，李治又叫李白海跟他刻碑，那正儿八经说僧伽大师姓何，何国人啊，实际上他也不是姓何啊。好，那僧伽大师到了这个首都的时候，这个唐中宗以及这个朝廷的百官都去迎接啊，都称弟子称弟子。唐高宗的时候下一个敕定这个天下的比丘尼如果犯了国法的话就交给僧团来治，不得与一般的老百姓同样的把他抓起来这个判刑或者用刑。这些都是表明对修道人的尊重啊。到了宋朝宋朝北宋南宋这段时间是知识分子活得比较滋润的一年这个朝代，因为赵匡胤临终有一个政治遗言，就是不能杀士，不能杀文化人，所以整个的宋代读书人生命都很安全。也正因为文化人读书人对这种宋代的朝廷有一种精神上的亲和力，所以虽然遭到北方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就在南宋都能够维持他的政权这都是跟知识分子精神联盟有关系的。那么宋代呢，他们也是尊重佛教宋这个真宗的时候宋真宗下诏天下要避智公禅师的违智公禅师还是梁武帝时候的，对那个时候的这种智公禅师都表示尊重，只是称他叫宝公必为那宋代一朝向宋太祖宋太祖就赵匡胤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高宗、宋孝宗他们都
心融佛法，有的时候还亲自到寺院里面去拜访，有的时候把高僧大德请到皇宫去问法这些都在丛林里面传为佳话。那是帝王的尊重佛法，尊重修道人那到了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一些读书人、一些做官的就很高傲很多人见到佛像也不顶礼遇到高僧也不顶礼这可不是佛法日益的凋萎这个的一个验证吗？再就看这个真儒越来越稀少儒家呀，确实这是在上古时期儒家作为一个庶王精神知识分子儒士的品格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即便在世间有所作为匡扶这个君主，也是以道事君，不为道术谋的，不是为了做官谋利的。所以儒士的那种品格，那真是一种侠义的侠骨所以这个真儒的存在，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良知的存在呀。所以孔子颜回这样的建立教化，更多的是要尊重自己的行持。你怎么成为让社会能够引领社会的精神领袖、庶王？你首先你的品格、你的精神要站得住。你的道德品质、精神品格站得住，是要你有真修实干的。你的要有行持，不是口头上要求别人的。所以儒家孔子说，这个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以身作则你自己修身。内圣外望你才能够让别人佩服你，才有道德的感化力。那孟子他在批驳这个墨子这是出于万不得已就好像有些医生治病有时候是要用毒药，所以大黄巴豆，大黄就是寒性的药，如果一个病人他的那种这个大便不通凝固在这里，有时候用大黄就能够泄他的火，解他的毒使他那个浮动长满的情况解决。巴豆是一个大热的药巴豆巴就是巴蜀四川那个地方，它的形状像豆就叫巴豆这味药也是有大毒的但你如果那个寒气接在那里便秘了这个肚子长水了，腹胀，而这时候用巴豆能够把它这个泄掉所以这两味药都是有毒的。但如果你那个病症就是一个毒，以毒攻毒，能起到好的作用，这叫良医偶一用之，不是天天要用的有时候砒霜是毒，在关键时刻砒霜也能治病，但不能说由于他在关键时刻能治病，你天天用砒霜，那你就毒死很多人了。
啊，也就是说，这个孟子啊，这个批驳啊，这个墨子啊，这些异端是出于万不得已啊，就像毒药治病，偶一为之啊，不是每天都用之物。好，那么到了现在，在学术上，在为人上，都离开真儒的那种诚意那种正心，那种为天地立心就越来越少了有些白衣小子只是捡的几句诽谤佛的那些长谈，他诽谤佛，无非就说佛说的是虚无缥缈这个因果轮回，特别是轮回，谁看得到啊？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出家就不顺孝道就是这些这些常常谈的那些来诽谤佛法，他能够谈一点，就认为自己就是陈一、陈浩、朱熹出事了，因为二陈和朱熹以诽谤佛法著称的。实际上，他们借用了很多禅宗的理念、华严的理念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由于佛法让他展开了新的全息的空间。另一方面，他又诽谤佛法，尤其是诽谤佛法的因果和轮回，认为人是理和气的聚合，人之生就理之聚合在一起，人之死就气就散了，善都气都没有了，魂魄也没有了，哪有什么地狱呀？有地狱也没有受罪的主体呀？行使神善，断灭见了，这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读书人的毒害很大呀！所以很多人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断灭见，追溯到它的来源是在宋明理学那个地方，不是现在才出来的。那些刚刚了解点学问的人。他就有一种夸大其词的习气，动不动就主张他的道学门庭，门庭之见很重，跟我符合的他就赞成，跟我不一样的他就反对，而且共高我慢。如果说明清就有这种学风的衰败的话，那到了现在就更是没有办法说了，这个我们多少学子会写点论文，写点东西，动不动要建立体系，这个体系那个体系，然后写篇文章自己大言不惭，原来我也搞点学问了，参加一些学术著作。有时候也很惭愧，可能原来也自己也沾染了这个习气，这个以后就不想参加那些学术会议，没有意思了，这个很没有自知之明了，动不动就说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你填补什么空白，你建立什么学术体系呀？中国的问题这么多，你站在一个民众的良知的立场，你提了什么建议呀？所以这些就是真儒越来越稀少，代表社会良知的公众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这就是我们学术品格败坏的表现。为了评点职称，搞点虚名，到处抄袭，跟利益集团的挂钩，兼这个职那个职，到处跑场，这些你就看到这是我们的学术，真儒越来越少，你就从这里可以看到
就能推广到一切现代人的福报越来越轻了。这一定要高度的警觉，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啊！啊，由于这样的福报越来越少，以后的资源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导火线。啊，现在争夺石油啊，啊，以后甚至水资源的争夺都有可能引发战争啊。所以我们人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五浊恶世是多么的危险，我们作为学佛的人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好，请看下面。人识有六种验证。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是最平等的，那么我们更要重视死了以后到哪去。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奉行断灭见，对死亡的问题很少有人去面对，对死亡的知识更是匮乏。因为人死得灭嘛，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本能的就不接触他。这个观点是很麻烦的。断灭见的人，他对生命是越来越绝望的。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年少一年，啊，越过越没有希望，越过越绝望的，是这么一种心态。所以他就害怕死，由于这种害怕，就不敢面对死。你看可怜不可怜呢？啊，现在我们有一些搞临终关怀的人，他们感觉到就是整个社会，他把大量的注意力、大量的金钱都投在保持他的生命、延长他的生命，而对于死亡本身、对于临终本身、对于死后的情况一概不关注。啊，有一个搞临终关怀，想把那些年老的人找一个地方啊盖点房子，找不到。一到个地方，就这个小区的人就抗议啊，这些人都是老年人啊，天天都要死人的，那我们这倒霉，不让他干，就这样。害怕死亡，拒绝死亡。我们学佛的人实际上要面对死亡，每天面对死亡，了解的死才能知道生存的意义，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于净土中的人来说，有时候就是为死亡准备。彻悟大师有一句话，沙门者学识者也。什么叫沙门？学识者也，这个学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死亡的本质内涵，超越死亡，在死的当下获得一种法身慧命的诞生。死和生是平等的，所以严格意义上建立一种学问，不是生死学，而是死生学。我们断灭见认为，哦，死的有生就有死，死的什么都没有。但对于一个智慧来说，死的当下就是他的另一个生的开端呢。啊，所以儒家学说都谈这个问题啊。儒家说说是这个人有始末，物有啊这个终始，有终才有始。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是一个断灭的封闭系统。啊，那个周易的64卦最后是未济卦，不是济卦，未济又开始的新一轮的动态平衡。所以我们佛法告诉我们，生命是轮回的，我们死亡还有一个深处，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死了之后到哪去啊，佛法提供了一个我们啊验证的方法，你就观察他临终时候那个暖气啊，暖气在什么地方，就是哪个地方发热。如果因为神识离开身体，他的心跳会接触，呼吸会接触暖气啊，最后离开，那那个神识到哪走，是暖气啊，热气是他的一个啊勘验的地方。如果从下身先冷，先冷，这个暖气是从头顶上走的，百会走的，那他就是修道成功了，圣人位。如果在净土中，就是说他头顶发热走的，那就是往生的依据，必定了生脱死，出地轮回。如果他的热气是在眉间、额头这个地方，啊，就升到天道。如果他的热气在心脏这个地方，那就升到人道。这是啊，从下先冷。好，还有一种是，那就不大好的情况，是从上头上先冷，先冷之后这个暖气、热气在腹部，那就升到恶鬼道，腹部。如果热气是在乞丐这个地方，就升到畜生道。如果热气在脚板，那就麻烦了，直接下地狱道。啊，是这样的，啊，但是观察你也不要一听着，到时候你临命终时你摸那里摸那里，他让人家生憎恨啊，这个。好，所以人的这种来源，我们大家都是人，但是大家的人，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来源不一样，有的是从天上过来的，啊，天上过来一看，他有他的福德的这种残余哦，所以他长相比较庄严呢，哦，皮肤很白皙哦，啊，智慧啊比较好哦，啊，或者他上辈子也是做人，再从人道里面来的，哎，也不错。还有是从非人里面异类出过来的，还有从三恶道里面过来的，恶鬼道、畜生道啊、修罗道过来的。那如果从地狱道过来的，你说他有他的恶业的残袭，他可能生得就很贫贱啊，业障烦恼重，又造孽啊，这些你只要观察人的相貌啊，他的形态、他的语言、他的动静啊，如果你心里清静一点，都能了了知道他大概是从哪一道过来的啊。一碰到什么事蛮不讲理，人家排队他也不排啊，就到前面冲过去，别人一说啊，他这个，那肯定大概是畜生道的，横行霸道嘛，他横行惯了嘛，啊，那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要跟他太计较啊，啊，所以这些由于啊这个类典当中都有记载，就不需要在这里详细记载了啊。好，请看下面，你看朱安世居士很有学问吧，就是解释一句话，于是训于人曰，就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的学问啊。这些学问说实在话知识面很广的，本人都很惭愧，一看哇，这么广的知识面呢啊，这个佛法啊是非常深广的。好，请看下面啊，昔愚公自喻大兴四马之门，这是殷志文里面的一句。好，就对这句他有个发明，首先把这个公案跟大家讲一下。愚公啊，
愚公是汉代人，啊，东海郯县这个地方人，啊，这个人物在《前汉书》有记载。他是一个做一个县里面管监狱的一个官员，叫县狱吏。他呢很公正，很怜悯，一生办案呢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所以他去世之后，老百姓对他非常感恩呢，为他建祠祠堂来纪念他的。在他的判案里面，曾经他这个平反了一个冤案，啊，冤案就是当地有一个很孝顺的妇女守寡呢也没有儿子，啊，就对她的婆婆，就她丈夫的母亲，非常的尽孝道，侍奉她的婆婆。那古人都很厚道，这个婆婆觉得她又没有子女，啊，又很辛苦，就希望她改嫁。但是呢，这个孝妇啊不同意，不改嫁，就准备跟她婆婆终身相依为命了。所以她那个婆婆觉得，这样自己可不成了她未来生活的一个障碍吗？所以这个婆婆就怕自己妨碍她改嫁，就自己上吊死了。好，上吊死了，然后这个她的婆婆的女儿就诬告是她嫂子，就是啊，这是小姑子嘛，是吧？小姑子就诬告她嫂子，说是逼她的老娘逼死的，是她害死的。这一说，人家一般的告到官府包括一般的邻居，想一想，从常情来判有道理啊，怎么会有婆婆自己自杀的？那肯定是有原因呢，啊，那原因就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那不是他还是谁呀，啊，这样这个孝妇呢辨别不清，没有办法分辨。但是这时候这个愚公他看了口供，看了档案，看了各方面，就跟那个上级官员说呀，这里面有问题，但是上面已经判案了，就是判下来就是这个孝妇害死的，所以杀人啊，当然要偿命了，这样就把这个孝妇判了死刑。这孝妇一判死刑，整个东海郯县呢就大旱三年了，这是一个大冤案呢，这个天地鬼神都不答应了，大旱三年。后来一个太守，新太守过来了，愚公又把档案报过来到新太守那里啊，去来龙去脉谈这个冤案，终于说服这个太守啊为这个啊孝妇平反。这个太守亲自到孝妇的墓前来祭奠了，祭奠之后天才下雨呀，啊。所以愚公这就讲他一个判案的例子，只要经过他手上的判的，老百姓都是很佩服啊，啊！以后这个愚公家的门坏了，
那当地的父老乡亲就商量要给他建一个门。这个愚公说："你要跟我建门，建高大一点，能够容四马车盖通过。"四马就四匹马啊，这个拉的马车啊，还有那个盖，那就很高，说明我的后代一定能当大官啊，显贵。啊，所以他，啊，你这个，啊，龙四马车盖，为什么呢？是由于我治这个案件，我积了很多的阴德，没有冤枉过一个人，由这个善因，能断定我的子孙一定会有显贵之人。他有这个自信，啊，后来他的儿子，啊，这个于定国呀。还真的考取进士，以后当上了宰相，被皇帝封为平西侯，封侯了。然后他的孙子叫于永瑞，作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书记中央纪委书记，那地位也是不得了啊。所以这叫这个就叫西愚公自愈大兴四马之门。好，《安世全书》在这里有一个发明，就是阐发这个文句的微言大义这个文昌帝君一世逊于人越，下面就有。文昌帝君就举出了四则因果的故事。四则因果故事，第一，刚才愚公治理这个案件，大兴四马之门，窦氏济人，就是窦燕山帮助人，他的五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还有救蚂蚁的人中状元，考上状元，埋蛇的人。得到宰相的福报，举出这四个因果故事，是为后面郁广福田、虚平心地这两句话做一个伏笔，来证明你要修福田从哪修？那你窦燕山一生帮助人，送旗救蚂蚁，这叫慎重福田。愚公治。案件，孙叔敖埋蛇，这是一种福田。什么叫一种福田呢？你比如你在司法系统，你接触的这些案件，本身它是一件恶事，那为什么反而要造一个四马高贵？高贵的车马通过的门呢？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由于这个愚公，他的官职是干这个事情的，是办案的这种职责。但是愚公的心，却不是整人的心，却是一个慈悲心。所以这种后代的这种显贵，要造一个四马之门，这种福田是由于根源在他的心地。那同样是一件事情，你存心不同，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那孔子也说："我听松勿忧人也，必也死无松乎。"治理判这些案，我也可以跟别人一样这个是非明白的判。但是我不仅是这样，我还要从根源上解决，使他就没有真松，
没有打官司的事情，圣人之心啊，上医治胃病了，病没有起来，上医就把它治疗好了。等到病起来了，相互斗争，相互打官司，一般都是两败俱伤啊。啊，所以这个圣人是在心地上去看待事情，去治理问题。啊，中医讲上医治胃病，下医治已病，已经病的。已经生病了你就治好，这是下等的医生，上等的医生是你病还没有起来他就给你解决掉了啊。大家知道中医史上的扁鹊大名鼎鼎啊，能够起死回生治好很多人啊，名声传得很远。当别人赞叹扁鹊的时候，扁鹊说，你们不知道啊，医术高明的是我哥哥呀，他的哥哥叫鸦雀啊，鸦雀我哥哥的高明，病还没起来他就给你治好了，所以正因为他还没起来就治好了，所以他没有知名度，我是病已经起来给你治好了，你们都很赞叹我啊，最厉害的是我哥哥，你们都不明白了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鸦雀，只知道一个扁鹊啊。下里巴人何之寡啊，阳城白雪知音少啊，自古皆然啊。好，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这个告状的这个词是最重要的，那个状词一递上来你怎么判案，你稍微舒服一点，你判错了，你搞成冤案了，这是后悔莫及呀。所以干这个司法判案的人啊，他常常思维，我不幸而做了这样的职业啊，就应当要每时每刻小心翼翼啊，就好像在悬崖峭壁一样站着，就好像踏在那个薄冰上行走啊，是这样的兢兢业业、颤颤巍巍的心呢。啊，自己在这个判案的时候啊，恍恍惚惚，好像天地鬼神都张大眼睛来看我呀，那个。涉及案件的这些人罪人，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大哭着来希望我救这个罪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办案的人一定要注意十二点。第一，不可利益生闻，不可利益生闻就是你不要去把他的那个罪行呢，用那个法律条文尽量加重他的罪过啊，以自己的意识加重他的更多罪的文具，不要这样，这第一。第二，不能错误听左右其他人的言语。第三，不要对这种啊罪人去逼打成招，你很多冤案是来自于先上刑，那也都有些犯人是上刑实在忍不过了，忍不过怎么办，你要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吧，逼打成招不能这样做。第四，不能潦草塞针，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能去马马虎虎啊，这非常严谨的 啊。第五，不能靠着自己的聪明而主观去判案，一定要把整个案情的一切了解得清清楚楚。第六，不能寻私情，走关系啊，
如果有个熟人走私情人情关系，能够对其他的被告或者其他人上刑，这就是你用私刑来办案了。第七，不能逢迎上官之意，办案一定要有一种独立的立场，不能说听上面的旨意，你就失去了办案的公正性。为什么多年来讲司法独立问题？第八，不要只是根据部下的文据来断案。第九，不能由于其他的原因来迁怒于犯人。第十，不能趁着自己喝酒醉了来作威作福。喝醉醉了，那你这个可能就会随便用刑了。如果真的是犯人那个罪是罪情是真的，真要去这个动刑的话，也不可以动不动就去鞭打。对犯人也得要有一份尊重，不能动不动鞭打。如果不是关系到人命的案件以及江洋大盗的重罪，你不要轻易的就把他抓过来关进去，不能逮捕而且要严格反坐，就是有些小人先告，恶人先告状，这时候你都要清醒你一定要惩罚那些诬告的人案件谁承担因果就承担因果，不能搞株连三族、株连所有的人，这样来安慰，才能安慰那些善良的人那人犯随时到了，随时来审问，不可拖延，不可让那个犯人今天守候再拖到明天，再推到明天这个松狮就是古代专门有些专门去斗勾两头去打官司的这些职业的松狮，这是很麻烦的人这种人要常常去杜绝不要令他在两边被告原告之间斗勾两头，斗勾两头从中渔利，吃到原告吃被告，他常常就有这些松狮所以一个办案的人要常常是对双方要谈道理，让他们引发他们的善心，尽量和谐解决原谅对方，是其罪如果有时候非得要板起脸孔来讲话，也无非是让他把真实情况招供出来那一个办案的人当然要清廉要做清官，要廉洁，这是美名，但要注意你清廉过分可能就有点刻薄，所以清廉的美名要寄之于宽厚，要对犯人宽厚那一个人的性格很镇静，很大度的人常常他就不拘小节，这时候要补充辅助于金钱那么办案之人司法干部效普遍之德政，就是你即便惩罚这个犯人要抽鞭子，你看古人是多么仁慈，用草蒲草来做那个鞭子不是真的用铁鞭子来抽你要这个打竹板，你说竹板就取那个比较轻一点的，不要还一根很大的毛竹就那么打下去，取轻的竹板，而且那个毛节还把它削平去打。惩罚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说表明你这个罪过，要让你知道
这个吴鲁尼啊，通过吴鲁的方法啊，刑法的方法，那你改过来，这才是目的，不是说把人家打得越苦越好的啊。所以目睹这个牢狱里面这些犯人失去了自由，每天的这种恐惧，要升起怜悯之心啊，这个。虽然他犯罪罪有可罚，但是他的日常生活饮食呢，你得要保证他，不能饿得他这个背部贴到前部来啊。宁在必死的案情里面求其生。也不要在可生之处任其死。有些案情它是很复杂的，可能你刚性的来说，他必定判死刑，但是你看他的动机，他的整个的情节，有他的无奈之处，所以在必死的情节当中，你要求他可以缓刑、可以生还的理由。这是一个慈悲心，千万不要在可生之处可以把它挽回到这种死缓或者长这个无期呀，这个，你不这样做，反而任其死，严格判死刑，特别对那些有怀疑的案情，上诉也都一案从轻，有怀疑的你就。选择轻的来做处理，对于牢狱里面的老年人，要把他看作自己的伯伯叔叔之想；对于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要常作兄弟之想；对于比自己小的人，要常作自己的侄子之想。这就是父母官了。要常常思维，我做这个职业上靠什么功德来使我的祖先得到好处？下要思维，我有什么样的阴德能够护佑我的儿孙？如果这样诚心，这样去做，借助这样的功德。能够回向，你都可以出离生死啊！哪里仅仅是在世间子孙后代得点高官的这种福报啊？这就是逆种福田了，所以你看这个这样的一种教诲，对现代人很有启发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的冤假错案还是比较频繁的，什么躲猫猫啊，什么什么都会出现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回答大家问题。如何在念佛时能够关照自身念的是佛号，而不是世间其他的口号？好像在念阿弥陀佛，跟念四个普通字一样，而不是一个万德洪名的佛号。自念自听念清楚，听清楚，难道你不会吗？阿弥陀佛不过当你的心散乱的时候，你都听不清楚是阿弥陀佛。然后念念念，可能念成了你所关心的东西了。原来有个人就说他，犯了一批花生，他也是佛教徒，做功课，他就那个花生怎么出去？他开始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知道，最后听成了花生，花生，花生去了。他就是，
但是你能够知道自己哦念错了，再回到阿弥陀佛也不错啊。所以你一定要念清楚听清楚，能念之心和所念的音声产生一种互动啊，你不要念其他的啊。如果你喜欢吃香蕉，念念念香蕉香蕉香蕉，这就麻烦了啊。我皈依后十斋日是吃素的，其他的日子都是吃荤的，但我不杀生，吃荤的日子做晚课，对诵经是否有影响？对临终往生是否也有影响？你还挺坦率啊，这个你能够吃十斋日吃素就有很大的进步，值得赞叹啊。那么其他日子吃荤呢，你吃三净肉啊，过渡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吃荤的日子做晚课，你自诚去做啊，也不会有很大的妨碍啊。阿弥陀佛不会由于你吃了点肉就不接引你啊。啊，但是你吃荤，特别是啊，这个荤和心是有差异的。荤就是指五种荤菜，洋葱啊、啊蒜呐、啊、葱啊什么的。啊，心就是指肉啊。但你吃这个荤心的话，可能那些野鬼呀、神呐、啊血素的那些鬼神对你比较感兴趣啊，他会舔你的嘴啊。这些邪神恶鬼对你感兴趣，那些善神可能就会远离了啊，对你还是有妨碍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过渡到吃素啊，吃素培养慈悲心，吃素啊能够使我们的身心清净，开发智慧啊。吃素也是对现代的生态环保的最大的贡献。近年西方心理学界通过催眠术唤醒人的潜意识里前世今生的记忆，这些大量的案例与佛教的三世因果很相符，请问作为佛弟子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催眠术在西方由来已久了啊，这个弗洛伊德的那种精神分析学，包括俄狄浦斯情节啊，这些都是在催眠术里面大量的临床报告所概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催眠术在深度催眠当中能够把它前身的记忆给唤醒出来啊，佛法就讲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所潜藏的那个业力的种子，透过一种深度的暗示诱导和没有逻辑思维的站岗啊，这个就是他的本我啊，越过了一个啊自我的防卫啊显现出来啊，这个应该是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啊。透过催眠术的前身的记忆，就进一步表明佛法讲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真实不虚的啊。西方现在一种超心理学的研究也都是研究那些再生人的这种公案，还有濒临死亡的一些体验啊，都能印证轮回的存在性啊，这已经不是什么想象的神话的要素了啊。所以这些学问有助于我们佛法的传扬。是否存在舍报往生法，即舍去当生快速求生净土，在家人可以操作吗？在净土中的历史上啊，舍报往生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是那是特例特殊的例子，有的时候是圣人的示现，比如百州的敬爱法师，他就是舍报把全身的肢解呀、
肢解自己的皮肤啊，肉把肌肉都摊在石头上啊，皮肠子都挂在树上啊，最后全身都是白骨，然后再把最后把心脏挖下来捧在手上，面对西方念佛往生。他那种舍报我们不能随便学哦。啊，我们有这个水平吗？他的血都是白的，是由于他在护法那个百州灭法的时候他做的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阻止啊，潜修啊，培养了一批人，他也觉得该走了，发愿这样的舍身走的啊。佛法一般啊，对一般的人不提倡舍报求证。阿弥陀佛发愿来解我们，没有说发你舍报的时候我来解，是发你临命终时我来解，佛来解。临命终时就是你这一生的业报身正常的寿命终结的时候，阿弥陀佛自然而然拿着莲花来接啊。所以你不要去追求舍报往生，这是你的造妄心啊。所以还是老实念佛，你就交给阿弥陀佛，一切任阿弥陀佛来处理。阿弥陀佛今晚来接我也愉快地走，阿弥陀佛要让我活120岁我们也在这里活120岁啊，那个为阿弥陀佛做点事情啊。莫学如何来找到解行并重世界法物质的累加以处世界法中物质递减的平衡点，你这个专业术语还很专业。什么叫世界法的物质的累加啊，平衡点啊？这个我们说净土法门单刀直入，信愿称名。世间法里面你要奉行敬业三福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要敦伦尽分，要完成好你的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在这个前提之下，信愿念佛，越念念得越多越好啊。你念佛念好了，你的智慧开发了，道德情操守提升了，哎，你世间法也会干得很好，这是相得益彰的啊。平衡点就在于啊，以佛法提升世间法，以世间法的功德作为往生的资粮就可以了。收到手机短信，称香港佛教协会呼吁全世界同修，每晚8:30到9:30念观音圣号千声，回向法界众生，祈求世界和平，消灾免难，此事实否？誓愿师父们同念佛。三宝弟子已常年吃素，守五戒，但未受五戒仪规，能否受菩萨戒？法师驾临南山讲事，弟子求受菩萨戒，能如愿否？东林寺有几次受菩萨戒？这个说香港佛教协会这种呼吁啊，每晚念观音圣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个是不是事实？你去调查一下啊。但一般我们寺院里面有正常的修行活动啊。那么对于东林寺也都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这个大家还是啊以念佛为主，念观音菩萨为辅啊。这个如果要回向，每天我们念佛菩萨的名号都要给法界众生回向啊，更重要的是回向
令法界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愿很重要。最近我们东林寺对愿文有一个改变，原来丛林里面都是念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怎么这个世世常行菩萨道啊，这些现在我们都啊，特别是第三句第四句改为啊，愿尽此生出娑婆啊，愿佛接引生安阳啊，净土中一定要包含着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内涵啊，你在这个世间啊，没有安宁之处啊，归去来兮魔香不可停啊，啊，听善导大师的话。啊，这个啊，六道尽皆经呢，到处无娱乐，唯闻愁叹声啊，必使平生后入彼涅槃城啊。所以回向一定要包含着往生的内涵才好。求菩萨戒是一个隆重的仪式，要有三思，要忏摩。啊，要问遮啊，要讲菩萨戒啊，这不是随便能够受的。我们东林寺4月初8和9月19有两次的啊受菩萨戒啊，一般戒和尚都是我们上传下印大和尚来亲自主持啊这个菩萨戒啊，机会非常难得，欢迎啊大家有机会啊，下个月就有受菩萨戒的机会。请问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不是一佛比念佛更重要？也就是说在念佛的同时也要观想阿弥陀佛，心中意念阿弥陀佛。它是这样的啊，意和念呢啊交退进行。比如说我们有事不能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就意啊，这个意就是回忆。回忆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曾经看到某个景物，它就在我们的内心阿赖耶识里面有个印记，有个印象，有个种子。然后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地点，我就把我这个储存的那个印记的种子吊起来啊，就是回忆出来。回忆出来以后，就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形成了那原来所看到的那样的景物，可能这个景物比较模糊，但是它跟原来的是相似啊。比如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我看过去过，然后回来之后离开北京到这里，有时候啊我就回忆天安门广场那个金水桥啊啊那个广场啊那个什么，哎，那你就基本上能够有那么一个意象啊，心越清净想的就越清楚啊。好，那一佛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随行六法啊六道曾经给我们结过缘，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有佛啊，有极乐世界的印记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见阿弥陀佛，我就去回忆啊，或者我就借助着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诱导去回忆忆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忆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功德，忆阿弥陀佛显现的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然后在我们的心海当中脑目里面依稀仿佛的有那么一种信息能量显现，这是忆啊。那念就是你当下这念心细念佛号，念清楚听清楚啊，所以这两者的修行方法交替使用。当我们做定课，你在那里你就念，当日常你要注视的时候，注视你不动脑筋或者你潜意识在操作一个事情，你深层意识还可以去忆佛
不妨碍我们义父。就好像你上班，但你家里的家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你在上班做事，你的潜意识还在想着家里的事情，你在想意想家的事情，你就在意识的不同层次上你还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义佛要贯穿着更多的时间和注视的空间啊。那么如果有义佛念佛的功德，现就必定可以见佛。那见佛分两种情形，一个是现前见佛，一个是当来见佛。现前见佛就是通过义佛念佛的功夫，你得到了一种定力，就是叫三昧正受正定啊。你在三昧状态当中就见阿弥陀佛了，这叫定中见佛。那一定要得念佛三昧才能见得到的啊，就好像慧远大师三次定中见阿弥陀佛一样。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属于当来见佛啊。这个当来见佛就是包含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这时候你见到阿弥陀佛。有时候念力重，阿弥陀佛现前还是见不到，这时候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之后再见阿弥陀佛。所以当来又分这两种情形啊。无论是什么情形，那你念佛最终一定能见佛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你不要在义佛和念佛上一定要分一个优劣啊，它是贯穿我们不同的这种啊这个条件的一种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交退使用，相得益彰啊。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就不要去借助，就不要去观想了。你念佛就是一心一意念佛啊，念清楚听清楚，自念自听，念之在之就可以了。我念佛不久，但念阿弥陀佛就会掉眼泪，有时候会痛哭流涕，这说明什么问题？今天就流两次泪了，我该怎么办？好啊，那说明你是比较敏感的人啊。你念阿弥陀佛能够掉眼泪，比不掉眼泪要好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大悲心的结晶呢，是由于弥陀的名号的大悲触动了我们内心的那个悲啊。我们众生也有大悲，但是被那种我执法执遮盖了，所以透过弥陀名号的唤醒，我们的悲心也起来了，二悲相感。尤其通过弥陀的大悲，我们感觉到这个世间多么的痛苦，又能够思维到阿弥陀佛能够拯救我这个痛苦的众生，我自己是多么的感恩啊！所以这种眼泪是一种悲痛的表达，也是你感恩的表达，也是你庆幸的表达。所以总之是善心的发露啊，但不能常常哭了啊，一天24小时哭就有问题了。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当下学校教育往往急功近利，一味追求分数的形式下，放轻了学生的人品教育，教师该如何面对？有人离婚出家是自私，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表现，不是看破放下的表现。在家礼佛敬佛，诵经念咒，又念地藏经，又念大悲咒，这算夹杂吗？应如何安排为正确？现在作为一名教师啊，应该是他的内心是有困惑的啊。我也是一位，原来出家之前我也是一个教书匠啊，当老师的啊，所以你提的问题本人很有同感啊。整个的学校教育都是应试的、功利的、知识技能的，
确实缺乏了人格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精神品格的提升，啊，所以大家都会感觉到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才会有社会各界关注怎么改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问题啊，啊，下一代就是我们国家的明天呢，下一代没有培养好，我们的国家就会出大问题了，啊，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所以折射在教育也是啊，共业属感。我们作为教师怎么办？一方面又要应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使我们的学生了解一点圣贤的教化、因果的法则，知道生命的价值真的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想你可以渗透一点儒家和佛教的理念啊去谈啊，但是有时候你一谈，可能你的同事们、学校还可能会认为你在讲迷信，啊，有一定的风险，啊，原来我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啊，讲《论语》还好一点，但讲《论语》呢，他们都要你一分为二，啊，这个去其精华，扬其糟粕，啊，本人学佛之后讲《论语》，就是比较全面的肯定孔子作为圣人教化的正确性。不存在扬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只是一个时代性如何应用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跟啊学校的一些是有差距，所以现在你要去讲那些我们东方圣人的教育在体制内的教育还比较难啊，但我看现在允许民间办学啊，看看在民间办学当中能不能走出一条路子啊。有人出家离婚出家，这个东西要具体分析啊，如果双方都愿意，这就不属于自私，但一般我们要求你既能成家的，还是要对家庭、对父母、对你的妻儿子女要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们如果是从生产来看，妻子不同意，父母不同意，我们也不会接纳他出家的，还是要劝他敦伦尽分的啊。净土法门尽量做到一门深入啊，专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如果他念的太多啊，是有一些夹杂，但是是不是就叫杂修呢？这具体分析。如果他念地藏经、念大悲咒，能够把这个诵经念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以念佛为主啊，兼带念念其他的大乘经典和经咒啊，回向的话，也属于正修的范围啊。个人根性不一样，号要不一样，不能一个标准来涵盖一切，还可以奉行多元化啊。净土法门是普门法门啊，能够容纳千江万河溪流的水过去。好，南无阿弥陀佛。